大家车就进去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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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小心有一个蜘蛛，不要弄，不要让它去啊，不要伤害它。好，好的。走，回去拿几块。过了。走，回去。停了，好不好？不收了。啊。走。 哎，齐了没有？别叫我一个在那。哎，对了，前面推一下啊，我在这边护航，要从那边。对。来来来，帮你。 要绿的吗？啊，把那个玻璃太大了，不好看。不要，不要。可是呢，你要用大的，尽量能够，没有关系吧？那就让他们贴。能不能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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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不能
你看就像那个光圈一样的啊，抓里面抓一条线条，这个你这个线条，你再把这个放好，再打一个，你就一直给我，你看这个就快了。我的女儿。建工。 记着，这是一个黄色的，黄色的，黄色的，没有多少颜色。对，我就跟这组了。加上水，然后不用。不用，现在就用蜡笔把这个形画出来以后，再画不出来。然后看出来，待会儿你用那个水墨一抹就行了。对，因为我画，我现在可以画上，可以画上。不画了，继续。不画就不画，反正我帮你画，直接比他画好。 弄好了，这个好，等一下啊，对波波，等一下，不要着急啊，这个就这样子平行的，差不多平行的，这边就是花籽的了。接近用啊，哪一个就是要接近啊，接近才像红，对不对？ 这个啊，等一下，好，那边不要再画了啊。这个有没有白色？把这边稍微拖往上一点，有没有白色？有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对，好。等一下，这个紫颜色，你画的时候就把它遮住，就把那个线压在上面，好不好？这个呢，就窄一点，因为这个颜色深，嗯。 然后每个颜色我就不想要每个颜色一样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恐怕这个稍微小一点，这个高多一点，这样子彩虹大一点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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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